存在，因促市场快速恢复发展，因请回音乐在顶，大兴营业社因促活动大量增加。多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个别因促活动当查票、倒票、非理性堆车、不文明光阴等目待也较为突出。日在文理部、公安部自发通知，将加强对五彩能演唱大兴营业社演出活动界规范管理，其中明确事件实名购票及实名入场指导，每一段演出每届先行证件只能购买一张门票，购票人与入场人先行先食补贴一笔。你买到票无？今年以来演出市场，尤其是演唱会市场快速复苏，买票人也成为一个备受年轻人关注的话题。采访当直接市民表示，对于直票人潮，除了抢票需求大，无时间啊，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等，也是其中的直接原因。其实那个票价好像都还可以，只是主要是可能是数量的问题，就是主要就是抢不到，对，就是抢不到门票。我们很难抢跟黄牛抢到票的了，一张几百块钱的票都能被黄牛炒到上千，甚至是几千块钱的票价。这种对于咱们老百姓的话是很难接受的嘛。很多人一直在那个网上抢票，那个都抢不到。普通的像比较远的票，只有几百块的票，他都能炒到上千块，那就很夸张了，那就翻了好几倍，这样就影响市场嘛，就扰乱秩序。为加强公正人潮，到澳彩能演唱界大兴营业社演出活动界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文理部、公安部以九月十二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大兴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及实名入场指导。每场演出每届先行证件只能购买一张门票，购票人与入场人先行先食补贴一笔。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兴演出活动套票机制，设定下历届推迟套票收回票种，保障购票人界正当套票权利。政策部提交大兴演出活动门票销售比例，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界门票销量，目的地核准观众销量界85%。对其余15%界门票，应当到演出专业销售室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高实名绑定、实名入场，这样就基本上我们能抢到的概率大一点，虽然还是人很多，所以就比较好。建议他能一直坚持把那种黄牛给打击下来嘛。此次通知共七个方面提出了24条具体要求，还包括文理市场管理部门、综合执法机构、爱家强队、大兴演出活动界实地检测。行政兴任营网信息及演出账目内容，严禁擅自变更营网及演出内容，严禁假抢、假营造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文理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演出票务销售平台的管理，依法处置未履行兴任票务经营单位执照及演出批准文件义务，为倒卖门票提供服务等违规行为。公安机关要加大对倒卖演出票证界打击整治力度，全面收集网上网页倒卖查找票证信息，及时发现假假并上假假销售票证的线索，严打网上网页倒票及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现在出台的这个实名制，就是目前来讲，我觉得是最好的政策了。那些黄牛都是为了赚钱为主，然后对于最后赚的钱他也不是到歌手那边的，然后歌手他很多也不想要炒这么高价。此外，通知引导观众文明光阴，请以银网经纪公司及相关业外经纪从业人员应当加强对银网界加育提醒。这个引导银网是其经纬发绿红线，严守道德底线。鼓励营网主动发声，引导观众遵守演出行政管理规定，共同维护演出秩序。追星要理智，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价格比较透明，可能就不会有人故意的去抬高。然后大家去看演唱会的话，那个价格的门票也比较合适一点嘛。近年来，演艺市场强势复苏，这既是文化形象，也是经济形象。
直电要对应出红不了空间界真心文化生活，也多忘了城市界文理市场消费。当如来如在的五谷离太高了，能蒙界因为有了需求，也成了城市文理发展界庞卡脚。用高票价入掉性命字的举措，令很好的烧掉五谷的心通，把属于民政的权利开放民政，开下了大政气候。当将高铁校馆有着明显，看着台各地高光部门界落实情况，只有真抓狠抓，五谷会才能无所动心。今朝九月到了椒香拿铁，酸梅汤也非常火爆。近日浙江省东莞一带酸梅汤就登上热销，不过东莞市也提醒，酸梅汤虽好，但并非人人拢适合。酸酸甜甜的酸梅汤，直接是人们防暑的佳品。浙江省东莞一带外硬直贴的酸梅汤直接推出，就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直到到热日来，六单两保证卖出了6万多贴。对此，华企不少人拢感到惊讶。我觉得挺吸引年轻人的。现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各方面也是比较，饮食各方面还是比较的没有那么健康。然后中药房推出这个，就会怎么觉得说，可能跟外面的相比较，可能养生一点，比较便宜了，比较门槛也低。作为一种饮料在喝，现在如果在医院会有这样子，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种尝试。酸梅汤本身还是一种药物来的，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会比较好一点。据了解，酸梅汤的主要原料物乌梅、山楂、甘草、胡椒、包括青皮、桂花及冰汤，其主料的胡椒基本拢是药食同源的中药。传统东莞客户新甘花养酸甘花腌制说，酸梅汤当每一味药材拢有其特有的功效，食呢丝葵更可以明超葵又会适合。乌龟来说，当为许多人来说，伊就个消食药，那么有消炎止泻、养颜嘅在。哦，你然后人话可能加嘅是做香楂、青皮啊，又叫做降脾消食嘅在。青斩呢，就是这个初秋嘅季节。就是秋茶的时候，特别是一座阴虚的人，如果他吃了这酸梅汤，可能觉得比较舒服，也提高养颜生津。卫生也提醒，酸梅汤虽好，但食错人群，你无咩适合。但是呢，一座有湿火的病人，急性期的感冒啊，比较脏湿的人啊，都无啊，急性肠胃炎的病人呢，就唔适合吃这样嘅。然后呢，就吃的时候呢，注意大量的吃，控制的量适可而止。平时脾胃毛的病人，伊可能话这个是溃疡的病人，伊胃迄段个卫生比较在，酸梅汤呢，伊个成分就是偏酸酸少，那么可能啊，有或者说还去溃疡病加重。卫生发强调，食药物必有偏食，不宜大量饮用，尤其不宜与其他药物同时服用，以免产生副作用。唔应该甲平时食咗常用嘅药同时服用，比如呾食咗下去会觉得疼人啊，食咗甚至听药冇同时用，食咗气管膜下边人冇甲地检做定用呾，而酸梅汤呢是食生嚼物件，你加食咗减食物件，冻化之后呢影响食咗药嘅效果。近日，本人麦报道了市区华侨公园儿童乐园库库直台无能自动潮卖机，怀疑所有挪车帮动植物人用脚头来破玻璃并撸走饮料的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新闻播出当晚，有七八个人再次破坏了自动潮卖机，怀疑是报复性的行为。寡个月灾董先生所到的公司多次去华侨公园儿童乐园库库投放了挪台入施小施无能自动潮卖机。今年7月31号，伊发现其当直台潮卖机的玻璃被拉碎，内底的饮料拢被摸去。直车公共视频发现是一个年纪不大的人所为。自司机这个月怀疑又是指寡个人叫着两个子女囝，或是到零星时空去到现场，再次来机器
录音了。报警后，警察处理的过程中，驾驶后被处理的忘记买入瑞秀后，电话再经验。但是大家瑞秀的无挂日，因人指望人又再一次出现三点外四点，再一次来到这座机器，然后到那个桥，桥了出饮料的命，就搞了大采购命，是不是？对错，本人嘛，二饮料曝光，这样子令人无想要搞的事，做到新闻播出当面。指挥人竟然救接了七八人，又去到了现场。平常性咩来事来了，有七八人就着，比自转换人还在加，而且话个有鼻子来，平面刚刚有无人听到声音，绕过来后才将人绕走。个董先生介绍，当面公园个保安员发掠到一名参与搞破坏个党员，但因其年纪而有罪，最终还是要其监护人叫转去教育。令董先生气愤的是，这一次指挥人不仅是导演了，还带着挑衅报复的目的。两面来行，全部看个有带个去压制无，加紧个命。然后来啊，就去转化话去，先去吵着出监控。平时啊，无人听，听着人好内个笑个声过大，因人只慢慢绕过来，绕过来到行，现场就车间已经出车，遐大面拢粗啊，拢甜个有着。自动超卖机质量比来，自下黑超的人年纪推起来拢袂大，只系要令董先生感到痛心。爸母哥哥也是忙而通知吧，了疏忽了管家。基本的人正话时间，基本拢是介多就零星子的时间了。了零星子的时间就说，两件画面出来啦啦，所以个人也唔知那过来的管家，还是做咩有着。有关部门存啊这件事，总是处理了有一个买卖啊个。正个地方之声，毕竟只个么有个公共场合。近年来，小年轻盗贼行赤顶违法行为，多多地不时发生，令这些个体经营好顶遭受损失，也无边换新经验。对此，社会学校家庭务必重视起来，卖人指出路径到错误个道路上，如走如影，更卖人地方环境受到破坏个影响。有前面黄英达持库两行李单行与直行之间的围墙，因为有近十张照射声，是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附近居民为此忧心忡忡，希望官方面尽快协调处理，消得安全隐患。前面围墙长30米，高9米，围堵至今已经有多年。如今围墙上塞了近十张照射声之类的潮白，最近一届有5-6张楼关。由于受到潮间侵入及防护的侵蚀，这面围墙已经破败不堪。属于五一届长青的断壁，五一届。危险多长潮，这块公园到这块五六楼了，怎么挡？了做土墙里拢里哦，内外拢里，而且宽些好严重，惊到有时拢惊上落着泥了，拄拄去倒落来就麻烦。附近的居民设备大，伊都只个徛起了十多年。推着其他直站走洗声，从3米外塞到5-6层楼关，伊也多次向有关方面反映这只现象，但至今未得到处理。我北区五林个，伊能推着伊那层物，咪能整啊？咪能整个就无哩。翻开砖就自己个高机，将声就加落落来，侬今唔敢搞就拉就掉，对只拉就惊得人个打掉。据反映，这段时间围墙再次发生墙体脱落。当地居委会事后拉起了两条警戒线，提醒居民迈过近。但未久后，只剩最近一届照射声，一架3-4米长的高机就自动卡漏，还打掉了警戒线，实在是危险。直到这面围墙的尽头，发生了两阵激浪潮，由于潮间过粗，导致包围的墙壁开裂。伊按照规律个，建个土墙拢裂啊，怎样形容啊？土地也是无咩安装得掉。由于这面围墙岌岌可危，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附近的居民就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尽快进行处理，消得万全恩患。基本上还大还大，要放太侪大樟树，只管你就压着就硬好着落个，才当有人冻死也无。那唔就树处理掉。有空前黄英达到金平区月浦街道月浦社区的直条巷道，无少电线杆竟然就徛到巷道的铃铛，成了人路口。阻碍通行，交代是咩情况呢？
空政黄洋界是月浦社区界主要行道月浪站五行。平时行道来到能来车往，加上不少居民将车卸到行道的路侧，通行帮助比较拥挤。日行道的东江花立有不少电线杆，加减了塞车的频率。居民社新社大，虽然电线杆逮捕加贴有反光飘色，但每工开车就不小心花时而撞掉。特别就个车过障嘛，防火地灯嘛，唔现在过铺社区个居民代替就留到做搭电了，所以造成非常不方便啊。现在汽车在路，到这两下堵塞，你来堵着只车来去两开掉，而且经常出过容易碰撞事故。日到月浪十五行二号与三号之间，也列有一条电线杆，暗可做匝道行口的阻塞。车辆拐弯的时候，会被挡住，车有不慎，就会刮伤车辆。阻塞交通的，那个从多我闯红黄，从多就匝外将呢咯，就是将呢咯，搞到直的量无袂用处理，就好多电线都好埋头下过。当有就这个电报告哩，发现啊，那条就啊，那堵塞大路，两就生活路。极不方便嘛。各社新社介绍，原来这座电线杆拢是经过到老厝墙角个地方，后来居民会陆续改建新厝，卖咗电线杆就竖立到行道个铃铛，阻碍了通行。日浦社区已经将电缆线改走埋入地个，月浦社区呢种不讲动作，社新社就希望有关方面动事者。现在现在上整形，就做门间度，就门多度改刮。就地都猛下地直路，不过就现在出大事啊！我仲系买堆土喺过嚟嘛。广州，2023年，广东省青少年男子篮球锦标赛第一次举行，吸引来自全省19个地区、30个代表队共400多名青少年上场参与角逐，并一场场精彩嘅篮球对决，为土城带来一场青春欢宝。本次比赛根据参赛年龄设加一诺组。分为风珠单循环赛、加轿车淘汰附加赛两个阶段。到潮汕体育馆，汕头队迎来了首届小组赛对手汕尾队，双方球王激烈拼抢，如虹高照。比较兴奋吧，比较兴奋，还比较激动。因为在自己家这边作战嘛，就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抱着以学习的态度往下走吧，然后下面好好加油。就是省内的互通有无的这种交流，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比赛能带动我们本地区的这个篮球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小学能推进起来。作为省内青少年最高级别的篮球赛事，各队伍尽强主力交流切磋，其中不乏好在潜力型人。日潮汕体育馆、正大体育馆等体育馆的设备设施和良好的赛事服务，也为双手提供优良的竞赛环境。场馆真的很好，场地也不错，设施灯光都很亮，所以真的挺好。打完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到很高的那种提升，然后对比赛的那种意识也会非常的好。我们是第一次来汕头进行这样的比赛，从场馆的这种设备，包括我们后勤的保障都非常好，对这个青少年比赛来讲提供了很好的保障。本次比赛由广东省体育局主办，省社会体育和风凉竞赛中心、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部门承办，为广东省青少年搭建了良好的电视平台，促进了华省青少年篮球运动广泛开展，有力培养书生更多更高水平的篮球后备人才。今年打是2005-2006年的，那这一波小孩他都是高三了。那最终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最后一次的这个比赛，让他们未来在大学这里能延伸他这个篮球专业技能。这个是广东省青少年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它是包括了就是18岁以下的这个年龄段，然后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省运会的周期，各队也是从这个比赛开始为下一个省运会培养更多的人才，包括建立这一个梯队，为专业队，你像宏远呐，像新世纪，像龙狮，或者说像中国的国家青年队或国家队啊，培养人才的这么的一个比赛。一股是台历史，1991年国庆在台式，直播弘扬潮汕竞名乐天界大兴庄大平，
调山荒垒搬厝，为东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2周年献礼。邓世平调山荒垒由东港山头企业董事研究室和山头特区恒江影视公司联合合资，奉春雕琵琶、红鸡卜道、康江荒风和天荒地覆四部分共播接，记录了1925年到1949年调山改荒、调山人民到东国共山党领导的真正艰苦斗作革命斗车的聆听。念起祖共拍摄革命古迹360多处，采访历史见证人70多人，拍摄镜头素材4028小时，为调山党史、革命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2020年，为庆祝东国共山党成立100周年，东港山头企业董事研究室、东港山头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山头用煤集团联合合资16集装大片车火调山，到近半年的时间来带，山头用煤业资助亲自学习董事车落档案资料，走读调山各地以及海陆空革命楼窟红色古迹，采访董事专家甲革命山脚后人，以详细的史料从景色典型了东国共山党到调山大地多年人民确定革命斗争的光辉来听。上清可公主今日播点山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山头故事。9月12日，吴孟耀获释聘请，直面暗政李克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被拒绝。当日的话，成都航空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该李克是暗政晚期患者，公司有明确规定，针对此类患者不予承认，防止李克到北京途中身体不适。遐拒绝晚期暗症患者登机，航空公司较有更好的配方呢？视频显示，到登机口，正面偷低压制波的老人坐到轮椅顶背，心情白色到嘅大伯甲老太太坐到头位个。男子称，成立之签了，会议证明也写了，我话带了嘅护理工，你话唔肯我走？根据成都航空嘅相关规定，有11类患有疾病嘅旅客，除非经成都航空同意进行特别安排外，不予承认。即其当作包括晚期癌症。实际上，其他航空公司有类似嘅规定，即是因为合作旅客的确唔适合乘坐飞机。飞机机舱虽然有加热，但气压还是有变化的。此外，还有加速度颠簸的因素。所以，患有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严重贫血、热皮疾病，以及大家做过手术的旅客，拢不宜乘坐飞机。热力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其身体出现紧急状况，对航空公司来讲，可能要承担可观的成本。虽然视频当地旅客表示签了成立者，但此类成立可可能到法律上是无效的，航空公司还是要承担责任。而且，如果航空公司破例用上，虽然会成为能社会服务的机会，但正常的基层服务可能会被抢救拍断。飞机频繁换班，这肯定是航空公司不愿推掉的，也是无法承受的。故提交此次事件，航空公司其实并非指使、漠视，这是一个出于患者安全、其他旅客权益以及自身利益考量做出的决定。航空公司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提高服务水平和人文关怀，特别有关方面的关注？其实，成都航空界规定本身也写高，经成都航空同意进行特别安排外，既然可以特别安排，不妨就把这个口给开了大，规范起来，给更多特殊乘客提供出境便利。